我没链子，死了，坏了。我没链子，慢慢打，别急，走虞姬，定到了，可以，黄牌定到了。我去跑，继续看我一心，我去跑老虎那边，哎，我虞姬，你走。朱一没有，朱梅一，一好了，别急，别让他回过去，一好了，慢慢打，中大，怎么说？直接推，来，活了一个，我一流给鲨鱼，不知道鲨鱼位置，没事，我一流给他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兄弟，鲨鱼在后面，这样，拉出来，拉不出来，没事，我拉的是这位置，没事，没事。他在左边，鲨鱼能控一下，鲨鱼跑不掉了，我鲨鱼明刀的，鲨鱼明刀掉，我下，我能踩他一下，搞他，他死了，还能打吗？看我，还行，给你奔狼，死了一个，慢慢追，可以，追，追不了就一波，上路一波，上去，发现九成的话变多了。对，而且你看他最后一波很果断，就是当队友还在问能不能跟的时候，他嫦娥第一时间就直接追上去了。然后包括他说一技能留给鲨鱼嘛，没错，他反应还算挺快的。这局嫦娥这个英雄真的在前中期拿到优势之后，对面处理不了，因为你没真伤，蓝又很刮，就这把拿出来效果是真的很好。是。